大家好，我是回民家家喜，我现在在这个昆明路，然后这家有个卖泡馍的，特别有名，哎，老西安人都知道，这个也是法上之外比较有名的一家泡馍馆，在今儿我也试一下，我好久有十几年没有在他家吃了，咱进来咱试一下。普通的，几份？一份，先要一份。一个普通啊？哎，一个普通，先要一份。哦。那拿两份，拿两份吧。两份。随便坐的。有没有人说的？你这没地方上二楼也行啊，二楼也坐的啊，二楼这儿人少。就咱去二楼，这人太多了。两个人吧。两个人，二楼坐还是？两个人在这儿也可以，二楼没人。二楼没有人，我要拍视频。你说现在人太多了。坐这儿吗？坐哪里？来，那咱就坐这儿，不要紧。师傅拼个坐。哦，行。哦，行。咱拼个坐来。啊，佳琪，那黄老师来了。我点试一下，这边不是名街特别大不？好是吧？对的。这是两个人，然后还有摄像的一份。老都说这个出来吃饭不给摄像吃。咱先看看它这个馍，这个是比较薄，这也是个四面的，这比法上这些泡馍的这个馍都薄一点。撕开看一下，可能有点气，咱先背完了一会儿看一下情况。它这儿中午的生意还是不错的。这会儿是不到12点，然后，哎，这堂里边已经满了。刚才我也不知道他的是认识我，我估计认识我。然后他送了一个汤，哎，送了一个汤。这个是一个，哎，一点青菜，一点粉丝的一个汤。哎，首先感谢老板啊，感谢老板。但是咱他这个具体到底是啥，咱一会儿吃完之后，哎，咱还是该咋说就咋说，哎。非得不讲究，这个大家不要介意。哎，在西安吃这个泡馍的话，有些时间比较多的，你比较讲究的，你可以把它背小一点。像俺这种不太讲究人就这事了，就你背的时候，你就是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这个馍要从中间要劈开，就是劈开之后再背就行了。好了，咱现在背好了，人家这个是。服务员就会端过去，我觉得我也想看一下他那会儿的冒犯情况。来，咱今儿个吃一个，咱今儿吃个啥？吃个干拌算了。来，干拌。那个是你的。我也不知道哪是。多少号？哎，这个是。二分一的。干拌。干拌。油稍微少一点哦。啊。油稍微少。没事儿。没事儿。我勒条。这是勒条。对。我想拍你几个冒犯的镜头，你拍的啥？啊。想拍你几个冒犯的镜头，拍的啥？啊。可以拍啊，抓点近的。可以从那儿进。啊？来。这边是四个楼头，然后，这个东西是对号的塔，哎，这个是对号的塔。已经端过来了，咱就试一下。先给大家看下情况，哎，这个我就要了个干拌，然后油少，
这个一般的干拌的话，这个肉是会散的。尤其我刚才问他要的切的是肋条肉，这个肉只要你盘到，一般都会散，都会散。这个肉一散哦，就显得就这碗饭肉少。其实你刚才切的时候，大家看了，哎，这是两片肉。就你要是吃成干拌的话，哎，就看着好像就是不成形了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哎，味道还可以，干拌的味道还可以，挺油香的，挺油香的。然后看下肉，这个肉是已经散了，已经散了，啥呀？肉稍微有一点腻，可以放点辣酱，它但是不辣，特别咸。苗哥可不吃，不用了，谢谢谢谢。它这个肉稍微有一点腻，稍微有点腻，因为这刚才切的还是肋条，肋条一般情况下是会比较烂的。完了，我刚才又特意要了一碗，因为刚才这个是干拌，然后吃起来的话就是哎有点燃，馍有点燃，哎这个汤款的话，感觉这个馍还有点燃，馍虽然是哎烫的比较多，哎但是泡出来饭哦，就是感觉整体这个馍的口感，把这碗饭的这个质量哎，相对于肉汤哎来说的话，哎要低一些。不过这碗是一个汤款的。但是这个肉还是散的，这个所以焖饭的其实要注意，要注意一下，要注意一下。但是总体上味道可以。那大家就如果是不想要这么挑剔的话，哎，你平常吃一碗25元的泡馍，哎，没问题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，哎，比较油香的泡馍，哎，你到他家来试试，哎，还是不错的。好嘞，我是回民佳佳，关注我，让你的回放和你们美食，再见。